Thomas 绿巨人模式强势来袭，在该模式下，船只中会产生一名特殊角色绿巨人浩克。游戏开始之后，在绿巨人下方会出现一个不断增长的怒气值，而随着怒气值的增长，绿巨人的身体也会不断增大。当怒气值达到100%时，绿巨人就会进入狂暴状态，硕大无比，并且会获得一个非常强势的技能无敌撼山拳。该技能是范围伤害，使用之后绿巨人双拳砸向地面，可以将地裂范围内的所有船员瞬间变成鸡腿，并且绿巨人还可以打穿飞船墙壁破墙而出，超级厉害。另外由于绿巨人的力量过于强大，所以他只要轻轻碰触一下船员，船员就会立马变成鸡腿，这比刀人还要厉害。此外，在该模式下，船员不能报警，只有当完成所有任务时才能获得胜利。而绿巨人只要扫荡飞船，清除掉所有船员，也可以获得胜利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下精彩的绿巨人视角。也别说我绿巨人欺负你们，给你们逃跑的机会。在我变身之前啊，你们随意跑，任意藏。等我变身之后，嘿嘿，我可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Nice， 狂暴模式开启，小船员们准备接受恐惧吧。哎，哈哈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投来，你是有多想不开，非得往我身上撞啊？哎，你们看，我发现谁？嘿嘿，来都来了，跑啥子嘛？走，咱们去前面截他。嘿，他又折回去了。走，别跑嘛，秀妹子，相遇即是缘，坐下来歇会儿啊，否则我绿巨人可就不客气喽。是我无敌撼山拳。走呀，空了。嘿嘿，小白，哈哈，你跑这里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哎，这样吧，我不动手，给你个机会。你要是不去，他真正过去啊。哎，我好像干掉一名船员。走，不去，我还真没注意到他，我只是想来这儿把这个墙壁打穿。走，嘿嘿，秀妹子啊，又见面了，这回你可别想再跑掉了。可恶，又让他跑了。嗯哼，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。哈哈，小样，还想从我这蹭出去啊？同样错误你还指望我犯两次啊？哎，好你个臭丫头，我又发现你了。哎呦，辉哥也在，嘿嘿，等着我抄近道，你俩谁都别想跑。哎，这就赢了，我还想着把臭丫头也给收了呢。不行不行，必须得再来一局。老规矩，先让你们跑，变身之前我不动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OK， 变身成功，开始行动。这次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秀妹子。看看监控有没有线索。好吧，空无一人，都学精了。我呀，还得一个一个找出来他们。哎，哈哈，小伙子，你是自己来呀，还是我帮你啊？哎呦，不错，还是挺有觉悟的，嘿嘿。走，接着找臭丫头去。哎，看我发现谁，好像是辉哥。再见，辉哥。哈哈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臭丫头。听哥一句劝，别挣扎了，我这局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人类，怎么突然就消失了？好家伙，不会又跟丢了？没想到这车丫头还挺滑溜的。呀咚！砸墙泄愤。咦？哎，哈哈，原来你哥这儿呢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跑。嘿嘿，给个机会呗，浪哥，别这么绝情嘛。行啊，给你个机会，我就站着不动，你自己撞上来吧。又或者你飞出去。游戏还能飞？怎么飞啊？呸，做梦可以飞。得了，我还是啊亲自送你一程吧。再见了，秀妹子啊。算你狠。嘿嘿，这局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舒服了舒服了，剩下的应该也没几个船员了吧。
我只要。这这也行，还带碰瓷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有今天的绿巨人模式了。不得不说啊，绿巨人真的是太凶残了，船长他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果大家还想看浪哥玩什么模式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